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。每个字都念得很重，好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一样。我会了，蔡佩，蔡佩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。有没有明明照片超美，可是本人来就吓到了？那些被吓到的已经被请回去了。哦，所以真的有，已经吓到，网红自己退掉，对不对？网红还有一种才华就是 P 图，这样子。每天晚上6点 ，GTV 八大电台娱乐百分百 ，OK。